是不是应该每个阵营都要同样比赛办理？那要扔多少可以吃的？对啊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？其实应该，那陈菊也可以吃掉中东吴秘书长好不好，好吧？哎，那不是苏贞昌的总干事吗？我看你今天一脸一脸，所以那咬人，那咬人多也白吃了。哎，那应该大家用同样的标准呢。对啊，你觉得外界双重标准对？这是一种政治信念吗？没有啦。说小你讲起来那个高语，你知道吗？讲起来那个高语，对吗？